早，欢迎收看我的 vlog。今天你们应该会发现到我的脸其实有点红，对吧？其实我来到槟城几天过后，我有点sunburn，但是还好了，现在还在恢复当中，所以看起来只是有点点红啊、痛那些还好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来到了那个槟城之后，有一个特别的 music video。我应该要做，就是现在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 behind the scene for 今天的 video shoot。 So 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但是其实我这次来到槟城之旅这个trip 的时候，我带少了钱，所以第一站一定必须要过去银行一趟。走，找了很久，现在终于找到了。好了，现在就要出发去找 Chris 吃早餐先，然后再去拍摄。走。我人已经到了他们的 hotel 了，走进去找 Chris。哦，见到他们了，终于有人收留我吃早餐了，首次。先在那边拿一下。拿上面。OK。来，我交给你。你看前中的。你找前去。我的手没有 ribbon 给你。好、啊。帮我拍小报。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可以了，赶紧的去走。走啊，可以上。Action。错。还不够挑衅吗？哈哈哈不够 sexy cry。哈哈哈哈你别脱下你的鞋子，去上面。去坐坐。去上面聊。去坐坐下来。休息一下，我现在去找Jumin一下。Jumin。开门一下，看不到他的头，我要看一下他。你开完他，开完他，开完他一下。之后才走出来一点点吗？你只是摸之后走出来。哎、我呢？在绑 MC， 耶耶，所以 action。
Thanks for watching.
太多了，三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没有啊，可能他们其中一个办手势，然后我们方便看。看到没？你的靠近 camera， 靠近 camera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开始。我们结束了，耶！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收看我们的 Behind the Scene， 还有感谢他们一直过跟我们一起拍，耶！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